是今天早上我们河南理工大学的师生路过青莲湖的时候，发现湖面上一只母鸭子为了守护自己冰面上的那个鸭蛋，然后自己也被困住了，然后那只公鸭子也是不离不弃，一直在守护着母鸭子和鸭蛋，还一直在呼救。然后我们就第一时间给我们的学校的后勤工作人员联系，后勤工作人员也是及时赶到，然后冒着这个严寒和危险对他们进行了解救。现场很多师生都在看，大家也非常感动，也非常感到温暖，在这个寒冬里。